反正他不想要离职啊。对，自己招他跑就算。
较适合他自己的。
Thank you.
欢的，对。熟的不要在这边放在天气，天气，我要什么？甘蔗挂条吧，半只好。要不要粉丝？要五十块。还有旁边那个。
是多少分？现在不能咬啊！不会断吧？不会啊，还是要一个袋子给你。不用啊，谢谢啊。一个你等一下说，那么小。阿姨的这个什么食谱给你看？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老板。像他们讲的没香。Yeah.
那有的是要买的，大家会不会安心在家买？说真的啦，你去吃上午的，去买吃早餐。对呀、啊。Yeah.